今天没事，出门走走，想想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呢？晴朗的天气，我们从尼尔森小镇出发，前往渡船头。现在我们经过的就是尼尔森小镇非常著名的铁桥。我们上船的地方就叫做 Beaufort Ferry， 就是 Beaufort 的渡船头。然后从这个渡船头上船，开车上来，所有的车子都开上来，就坐船坐到对岸，大概35分钟就到达对岸，再开车继续往前走。Hello！ 更特别的是，这一艘渡轮呢，所有的车子开上来是免费的，免费载你到对岸去。所有的船员都非常 nice， 对我们都非常好。我们刚才 ferry 坐过来的这个地方就叫做 Coney Bay， 往灯塔过去的路。你看灯塔就在这里啊，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这个灯塔的小径，这个灯塔小径呢，走大概400多公尺就可以走到了。这个爬起来是很过瘾哦，脚会酸哦，但是很棒。这是一个灯塔的路径，灯塔小径。哇，灯塔到了，漂亮哦！哇，漂亮的灯塔。看夕阳的好地方。这里可以这样走上来哈，看这个海。欢迎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但是呢，离开的时候请将门关。
好，那我们下去喝。设计的非常好，他们的地方真的很棒，整理的很干净，连一点脏的都没有，看，很干净。好，我们下来住。然后这个是扣着啊，现在它是扣着，我们不动。然后就下。不过这个楼梯有点陡，走的人要小心。这楼梯很陡啊，但是还可以慢慢走。然后这个窗户，刚才上来的窗户。哦，这是第二层哈，很好玩，可以来这边走走，不错。他们这里整理的非常干净，一尘不染，不是那种脏脏臭臭的。所以请大家维护这里的清洁哈，有来的人就把它整理干净。这里也是蛮硬，第二层下去。对，我这个门就在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下去以后要把它关起来。他是说欢迎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但是呢，你离开的时候请将门关。然后这里有一些说明 ，Lighthouse of the Lake。这个地方不错，整理的非常好，感谢这里的人。然后你看，刚刚的长得也大不小。以前的船是这种船了，靠这种灯塔在运作。现在呢，已经改成新式的。我们现在坐的刚才坐的那是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好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要把门给关上。现在要准备坐船回去了。哎，还不错哈！哇，这石头泡这样很舒服哎。这个湖真的很棒，对，然后我们可以泡脚。这水里面的石头你看很棒。今天没事，出门走走，想想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呢？希望您能支持 Off Talk 轻松生活频道，赶紧订阅我们，谢谢您的收看。